点应用。在 Unity 的部分，它已经支援多点触控。那我这一台是一台触控小笔电，那这是一般我们操作滑鼠的时候。那我现在改由触控萤幕来操作，当我三只滑鼠三只指头放到视窗上面，它会出现这样子的画面。好，三只手指啊，你可以利用触控的方式调整你的视窗大小，移动视窗。好，它也支援多点触控。多点的程式在我们的应用软体里面，你输入关键字多点两个字，哎，我们也会看得到现在开始有程式支援多点。你看到有多点的多点触控的游戏，啊，这支游戏就已经支援多点。那在程式里面，它就是这支程式。那因为等一下在使用的时候会影响我们的那个画面录制，所以待会画面可能会